皮特哥，我刚才按照您说的，都跟妍希说了。好，皮特哥，你确定今天晚上新歌一定能去试香菜的现场吗？哈哈，好好，今天歌行挺好，我给你上一课啊。苏苏和我们都是鱼，所以呢，我们每次说的话呢，苏苏只会选择性的接受。 没有，我就说刚才看的就没有嘛。你把这些所有的玩偶都统统整理一下，然后匿名送到福利院去。知道了。那个，亲手做的留下来。知道了，好了，实际还我，我要准备走了。干嘛？等等，你就穿成这样去约会啊？怎么了？我都说了，你不要给我丢人好不好？嗯？你要干嘛？买衣服。 什么情况？好，好，我知道了。各位 ，Style 那边已经确认消息了，今天晚上苏苏会出现在西江冷月的十强签约仪式上，大家赶紧把这个消息放出去吧。 借，就我点钱。没钱。没钱是吧？这是你素颜吃炸鸡的样子，这是你喝完酒吐的样子，这个呢是你骂别人眼睛不好的视频。你好，你吃我的助文，你还阉我，你是不是人呐？哎呦，删啊，没事，我这儿还有。你还有。 对，你是不是人啊你啊？你还要备份？我只是想慰我爱的人报一台教课，保护他。你要是给我闲着，我就把他删了。臭兔崽，赶紧把他给我删了。你为了爱情，我图什么呀？哎呀，都给我吧。你呀。 就适合找一个像我这样的，为了爱什么都做得出来的人。你这样的我看不上，好吧？再说了，我才不想为了情爱缩窄我的戏呢。谢了。你赶紧给我删了。嗨，艾达。信哥好。 Gary，哎，新哥 ，Peter 跟我约的2个小时以后啊，给他挑一套衣服。你们公司新签的艺人，素质不错嘛。女都能夸他，早知道我让 Peter 把他签了好了。素人啊，一会儿他就穿成这一身，去跟他朋友参加音乐会，交给你了。跟我来。 我先帮他看看，随便挑。OK，
拿去换吧。太棒了，来走两步，走啊。可以可以。哎哎，你怎么没换啊？要穿你自己穿。喂，孙大小姐，我给你挑的衣服可都是非常非常有品味、漂亮的，你干嘛还摆个臭脸呢？我是去听音乐会，又不是参加颁奖典礼，我穿成这样干嘛？那你到底想怎样呢？我要自己挑，请便。好看吗？好看，还是自己了解自己。星哥，这回你输了。还说跟普通人约会，跟普通人约会穿这么暴露啊？管我！喂，你到了？我按照你的定位已经到门口了。啊，好。我马上就好，待会儿见。我朋友来了，那我先走了。带这个去音乐会不方便，你帮我带回去吧。还有衣服，也顺便麻烦你了。孙小爱，你不要太过分好不好？你举手之劳而已。Gary， 谢谢你啊，这些衣服我会洗好，尽快还给你的。没事儿，哎，你什么时候想换工作，随时跟我联系。好，拜拜。拜拜，走了。星哥，你不想知道来接他的是什么人？我可没那么无聊，我没那时间关心八卦。我有的是时间，我不会浪费任何一个看八卦的机会。小爱，今天好美啊。哦，那个花送给你。谢谢。有什么了不起？星哥，星哥，星哥，星哥。跟你说，不得了了！来接你朋友的男人，不但长得帅，而且衣着很有品，就算是和某些男艺人站在一起，也毫不逊色。星哥，你要是现在去看的话，还来得及。我看他们暂时没有要走的意思，在一块腻乎呢。有什么好看？跟我有什么关系？再说了，不就看场音乐会吗？怎么这么高雅？行吧，我去收拾衣服了，你坐。
小型的演奏会，属于比较私密的音乐交流形式，不是那种大的演出。苏苏，一会儿十香菜宣布完名单之后，我会让你上台说几句话。这是词儿，你看看。哎，行了，该怎么说我心里清楚。可是这个，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刚光不听话。谁呀、啊？朱列罗伯茨。朱列罗伯茨，太幽默了。最后会有10位幸运儿将会成为我们的最终赢家，那么我们的投票通道将会在5分钟之后结束，请大家赶快拿起手中的手机为你喜欢的选手投票吧。世界级的演奏家，虽然他什么话都没有说，但他的音乐充满了感情。其实我对艺术没什么天分，没有太听懂他在弹什么，就觉得好听，听起来很舒服，很放松。嗯，你的总结其实很到位啊。音乐的本质无外乎就是好听跟舒服，可能我太专注能从那他的音乐里听到些什么，反而忽略了音乐最本身的东西。小爱，你真的很有艺术天分。我吗？对啊。真的假的？第一次有人这么说我。当然了。时间不早了，我们去吃饭吧。啊。哎，我先去趟卫生间，等我一下。好。在我身后的就是寻找杜一斌的十强选手了，再次的恭喜他们。现在我们的十强选手已经诞生了，但是好戏才刚刚开始。接下来，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特别为我们十强争夺赛来到现场加油打气的苏星，欢迎苏星。Hello， 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大家看见了吗？苏星已经上场了。苏星你好。你好。真的是好久没见了。那么先来听现场。谁打电话？苏阿姨，我调静音，给音响上点效果。
你往里边放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呢？酱油、醋、辣椒，还有番茄酱。这还能吃吗？你现在口味怎么变这么重啊？你真觉得我口味变重了呀？哎呦，太好了，这次一定能成功。来，尝尝。我才不吃呢，看着就恶心。星哥你好。啊，你好。这么长时间没有出现在喜欢你的观众朋友面前了，您都在忙些什么呢？啊，一直在为《大宋侠影记》这部片子的杀青做准备。众所周知，这部戏对我的师兄也去了，都是一次非常。怎么没有人告诉我呢？我不可能让所有的观众都满意。别人又给你甩了吧？我真的拼，怎么都不在你。希望不负众望，受到大家的喜欢。那斯皮尔不接电话。我不管，怎么这样呢？就知道吃。那么现场也来了很多的媒体朋友，你们有什么问题想要问苏星的吗？来，这一位。苏星你好，我是网易新闻客户端的记者，我想请问你一下，在我们的 APP 上，《大宋侠影记》和《西江冷月》一直是保持着比较高的热度。请问您对西江冷月选角赛的十强选手们有什么可以叮嘱的地方呢？他问得非常好。其实所有选手的比赛视频我都有看过，说实话比我最开始出道的时候要表现得强得多。但是我想奉劝大家的一句是，未来的路还很长，谁能走到最后，谁才是真正的赢家。谢谢星哥。谢谢星哥，真的说得非常棒，也期待在我们的总决赛看到你们的表现。谢谢你们。好，来请星哥来跟大家一起合影留念一张。星哥看这边。星哥看这边。好的，三天后西江冷月总决赛见。星哥这边请。这边，快快快跟上去。最耀眼的男一号，永远只有一个。孙小爱，我饿了，赶紧给我做夜宵。真没人。人呢？都九点多了，还不回来。怎么了？不饿吗？这道菜做得太精致了，舍不得破坏它。没关系了，如果你喜欢的话，有机会我交给你。不好意思啊。什么事儿笑这么开心啊？啊，没有，一个朋友刚更新的消息。有时候觉得你对朋友真的很好，说实话，我有时候都有点嫉妒。你也是我的朋友啊，要嫉妒什么？
小爱，我有些话一直想对你讲。你刚刚说这个菜叫什么名字啊？珍珠翡翠石榴球。哇，名字好听，样子也好看，不知道吃起来感觉怎么样？嗯。小爱，我喜欢你。你知道，从你当时跟我说你是为了爱的人才学习药膳开始，也可能是你对我说我有脆弱的权利开始，我对你就不仅仅是朋友的态度了。我想要去照顾你，成为你这辈子可以依靠的肩膀。一朗，我觉得你可能误会我了。我说那些话的意思，其实……小安，我知道可能说这些话可能有点仓促了，但我真的不想隐瞒我对你的感情。我可以给你时间思考，你现在也不用急着告诉我答案，等我出差回来，告诉我。小爱，我限你10点钟之前回来给我做宵夜，晚一分钟我扣你1000块钱。知道了，马上回去。不好意思啊，我雇主找我，我不能陪你了，我得先走了。小爱，你这份工作如果做得不开心或者不喜欢的话，你随时告诉我，我可以帮你找一个适合你的工作。不用了，工作不能说辞就辞，谢谢你的好意。小爱。其实送到这里就可以了，我走进去不会太远的。没事，我送你进去吧。不用了，很晚了，而且你明天还要赶飞机，早点回去休息吧。小爱，嗯，别忘了告诉我答案。拜拜。哎，小爱，好。啊，谢谢。你怎么在这儿？我在夜跑，你不懂啊。你站这上面是他跑还是你跑？我在锻炼我的平衡能力，好吗？你锻炼就锻炼，你干嘛带我的鞋子出来？哎呀，我看你这约会对象也不怎么样啊，都什么年代了，还用送花这么老土的方式。还是脚踏实地的舒服。你呀，要我说你这辈子注定成为不了公主。我才不要当公主，我要当可以掌握自己命运的女王。哎哎哎，你别做梦了啊，赶紧回来给我做饭来，晚饭我还得吃呢，快点来。哎呀，真怎么那么霸道？我要吃宫保下酒。虽然你是我家保姆，但我希望你平时穿的能像今天一样的水准。穿礼服工作多不方便啊。我不求你穿礼服，最起码得穿得说得过去吧。要求也太高了吧。哦，对了，你跟盖瑞说我衣服洗好之后就还他。送你了。我跟他才见一次面，收他礼物不太合适吧。我买下来送给你总可以了吧。你无缘无故送我礼物干嘛？不会有什么阴谋吧？
你觉得我对你有什么影响？干嘛？孙小爱小姐，一条裙子而已，不必紧张，不至于出卖你的灵魂。那我就勉为其难的收下了。你今天做什么呀？陈皮小米粥，清淡消食，不易长胖。没意思。没意思？那你想吃什么？今天你走运了，让你看看我的独门秘籍。噔噔噔噔噔噔。方便面。方便面怎么了？不要小看这一包小小的方便面。当年我做演员的时候挣得很少，那个时候每一分钱啊都掰开了花，所以当时吃的最多的就是方便面。每天收工回家的时候，我就给自己煮一碗方便面吃。在煮面的过程当中，我就在想，我今天演得怎么样，大腕演得怎么样，自己跟大腕之间距离差在哪。所以对我来说，这不仅仅是我的一份营销，更是我演戏灵感的来源。没想到你也过过这样的日子啊。你以为我所有的演技都是与生俱来的？告诉你，那都是靠我自己一点点琢磨来的。快点。哎，给你点烛光就灿烂。对了，我看到新闻了，很替你的粉丝开心。自己不愿意去，是 Peter 逼我去。明明就很心疼粉丝，干嘛老装出一副高冷的样子？这样很容易让人误会。好了，啊，今天让我也伺候一下你，坐那去。好啊，那我这边也不收了。拜拜。玉总，喝茶喝茶。谢总，十强赛刚刚结束，齐越的粉丝已经大涨了，即将冷月的话题都爆了。哎，玉总，怎么，看见我脸都僵了？没，只是没有想到这么晚了您会在这儿。行了，别老站着了，坐下说。哎，来，请喝茶。哎，谢谢。哎，我跟于总啊，看了十强赛，之所以这么着急把你喊来，那是因为于总要当着你的面好好的表扬你一番。哎呦，啊，不敢不敢，哎，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你就别客气了。哎，老薛，嗯。你说我是不是老了？ Peter 刚跟我说要举办这个选秀赛事的时候，我呢从心里说是不太乐意的。你想啊，这苏星已经是我的男一号了，我还要炒他什么热度啊？他本身就自带热度不是？可是没想到啊，这十强赛刚结束才两个小时，在这个网络平台上这个热闹呀。我那个戏啊现在是想不火也不行了。哦，你就说刚才我接那俩电话，那都是要跟我追加投资的。李总啊，本来咱这部戏啊就是一部值得投资的好戏啊。哎，这我承认，不过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你知道是什么吗？对，不知道。苏星啊。嗯，哇，吃吧，好香啊。嗯嗯，
我看你那追求者也不行啊，带你出去约会连饭都不管。管了，没吃好。没吃好？嗯。那就是他不对了。一个男人约女人出去的时候，就是他最用心的时候。如果你连饭都吃不好的话，那说明什么？你们俩没缘分，根本走不到一起去。啊？你什么时候也变算命先生或算姻缘了？不过说真的，我也不知道。总觉得今天出去的那个人好像不是我，是另外一个灵魂住在我的躯壳里面。坐在音乐厅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游离在外到哪儿了，只是一个长得很像孙小爱的人坐在那里。你懂我的意思吗？人家是带你出去受艺术熏陶了，可惜浪费这张票了。生命跟生活不是用来讴歌的，用来好好一天一天过的。那你说怎么过呀？工作的时候认真工作，休息的时候好好休息，在家里面做做饭啊，弄弄花草之类的。就这完了？嗯。这哪是休息啊，这不跟平常生活一样吗？也许是平常工作忙惯了，一到休息的时候就想要待在家里面陪陪父母，做做饭给父母吃，久而久之也习惯了，什么好吃的好玩的对我来说都是身外之物，没什么吸引力。只有让灵魂休息了才算是真正的休息。真没想到从你的嘴里能说出这么深刻的话。那当然啊，你以为每个人都跟你一样活得没心没肺的？既然你这么走心，我也给你交换一个我的小秘密。什么秘密啊？你知道我小时候愿望是什么吗？我想成为像马兰多纳那样的球星，我还真踢过几年球。可结果呢，一个球棒满在了我的脸上。从此以后，我的左臂比我的右臂矮了那么点0.04毫米，我的运动员生涯也就此结束了。看不出来啊。这么明显你看不出来吗？嗯。第七点，左鼻翼。我就喜欢你这样认真的看着我。你真的很幼稚。李毅想要矮是不是？闹着玩的，闹着玩的。帮你啊！你说他这球是怎么闷的？哎，伯母打人了！你别走！伯母打人了！别走！伯母打人了！看哎，面还没吃完呢。你想啊，你这个赛事刚开始播出的时候，那收视率也就一般，啊，算是中上吧。可是十强赛苏星一出来，那就不一样了。这个所有的网络播出平台啊，点击率全是第一啊。啊，哎，我说你们之前是不是商量好了，为了憋着这股劲儿，故意的减少苏星的出镜率啊？那是当然了，饥饿营销嘛。既然苏星这么好用，那么总决赛他出现不会有问题吧？哦，那是一定的。苏星不会有什么问题吧？于总啊，这个苏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那我就等着总决赛再掀一次高潮了。啊！哎，一定！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喝茶喝茶。哎。路边常常在发的那种，我和你约好。姐，心情不错嘛，这还有花呢。看来叶朗真是够费心的。我问你，你是不是在叶朗面前随便乱说什么，说喜欢听音乐会什么的？我警告你，
如果你在叶朗面前再随便出卖我的信息的话，我饶不了你。姐，我觉得叶朗挺好的呀，而且他是真心对你好，你给他机会。我的事你少管。走，过去。师傅，我简刚回来，心情特别好。我就跟你说这个主意不错吧，你就保持住啊。你姐喜欢就好。还有啊，你别总顾着玩游戏。我给你报了一个花式调酒的培训课，你既然想干这行呢，就好好努力。赶紧带我打团战，现在，啊！好好好，不跟你唠叨了啊。虽然你是我家保姆，但我希望你平时穿的能像今天一样的身份。昨晚新疆冷月寻找杜一兵的选秀十强签约现场，在民众眼前消失已久的巨星苏星突然空降现场，成为当晚的爆点。谁呀？怎么，一六哥，这个生气了？走，我约了苏星，我告诉你啊，再不满意也要讨好他。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走向哪里，永远一首赞歌。不对不对不对，我爱我的祖国，永远也不能分割。苏阿姨，我和我的祖苏，什么事儿啊？苏星在吗？他不在，他今天上午有事儿。哦，对了，小爱，我一会儿要上合唱团，中午饭我也不在家吃了，不用做饭了。啊，但是你要把房间里边打扫得干净一点啊。好。呀。你今天穿得这么光鲜亮丽的，有约会呀？没有，我去打扫。好好好。可爱，你怎么穿着高跟鞋就进来了？哦，我去外面脱。七月，我想了想啊，你还是先不要去见苏星，省得他见着你啊心烦。更坏事。可是你不是让我去讨好他吗？我有我的打算。你先回去，等我消息。
黑夜所以那么黑，星星看来更闪亮，插进最深的土壤，会开出不败的花，来不及就遗忘。捉我的光，你却看穿阴影背面的假装，在这座城市围墙，在这规则的广场，陪着我两个人乘风破浪。星空下的你啊，有最暖的心脏，就算我的梦做的跌宕，又能怎么样？星空下的我啊，卸下盔甲给你肩膀，再耀眼的星星也渴望被珍藏。捉我的光，你却看穿阴影背面的假装，在这座城市围墙，在这规则的广场，陪着我两个人。